大概家里没有同款娃，整天抱着个手机看手机，然后每天超过三个小时以上，对，不能看手机的，超过三个小时以上，我们就要适当的补充一下那个叶黄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来保护我们的小眼睛，知不知道，宝宝？对，叶黄素呢是我们视网膜合成感光物质的重要元素哦，身体是无法自动合成的，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外界来补充叶黄素。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小朋友啊，一天超过三个小时以上的话，我们就要适当的补充一下叶黄素。我们家吃的是仁和家的蓝莓叶黄素酯果汁软糖，然后它里面的配料啊很干净。我们这个叶黄素酯软糖，它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，然后出门呢也方便携带。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啊。每一颗都是 QQ 弹弹的，特别好吃，蓝莓味十足，很好吃的。圆形的，对，圆形的。来，嗯，本身是甜甜的。这一款仁和的蓝莓叶黄素酯软糖，全家都可以吃啊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吃。